你不会爱我是因为你没眼光，所以看不到我有多值得被爱。我告诉你，我差不错的好不好？让我为你画幅画，用我全部生命就像倾注所有情绪吧。嗨，家人们，你们看我现在化的妆是不是超级的精致，就妥妥的第一眼美女的感觉。其实我卸了妆是这个样子的，跟美女都搭不上边，好吧。今天就来教你们画一个不用开磨皮滤镜也能变成精致美女的妆。首先就是我们的底妆部分，俗话说遮瑕遮得好，男友跑不了。我们拿出遮瑕盘，一定要选择这种滋润又可以根据自己肤色调节的三色遮瑕盘。像这些黑眼圈呢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粉色拿手指蘸取，在我们的手背匀一下，用刷子蘸取膏体涂在我们黑眼圈的位置，然后直接用指腹去给它晕开，因为我们的手指是有温度的，可以让我们的遮瑕更加贴肤。你们快看黑眼圈消失术。接着就是这些红红的痘印啊，还有唇周暗沉、鼻翼泛红这些问题，我们将遮瑕盘中的粉色和橘色混合在手背上调匀，然后再用这个圆头去沾取膏体盖在我们这些斑点啊、痘痘还有暗沉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将边缘虚化开，我们看痘印暗沉的地方是不是就没了。等到刚刚上这一遮瑕干透以后，我们再来轻轻的上一层粉底。像这些泪沟啊还有法令纹都是要在粉底之后才去遮的，还是用这把小刷子蘸取这个提亮色，然后将它精准的填在我们沟壑的这一条上，法令纹就填在沟壑的阴影这里，然后再将它们晕开。你们看遮完以后的脸是不是就是焕然一新了，真的是有妈生好皮的效果。只有我们底妆干净了，后续上彩妆才会显得更加精致哦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白头发用我全部生命就像清除所有情绪也罢，画出属于我们的家。